我黄老师都认识的，对，他就是卫士家族的嘛，对。那很高兴啊，你们来，那将来看有没有机会，我过去帮忙你们一下，啊，或者怎么让大家互相交流啊。这个乐龄中心不是台湾有名哦，现在全世界有名的中心哦，这个。哇，在香港来拍片拍很久，对啊，香港，还有两岸哦，而且北京大学，还有很多有名的天津，哇，很多，大学还有福建福建哦，哇，他们都来香港来看过，哦，是哎，好多好多国家来看过，日本也来看过，韩国。还有新加坡。好，我们呢、啊，刚才啊，就是这个张主任介绍啊，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有心就有路。你有心，要去怎么样去经营，要帮助人，你就会找出一条路出来。所以这个心有重很重要了，要心了哈。他刚才还有讲，有时候做得很好，人家也会嫉妒，以为是什么。好处啦，明明是要帮助人，就会被人家误会。做得不好，人家也会批评啊、哦。教育部刚才讲，教育部还怀疑啊、哦。所以这个还是在你有没有心，你有心找到路，有心愿，你有这个愿，那你会怎么样呢？你就有力量啊、哦。当然了，都是要靠很多啊。教授专家来指导了，帮忙了。他光在这个中心啊，大概有几个教授，博士学位。博士有十五位，博士有十五位，硕士现在已经三十位了。总共七十一位。你看哦，连医生有硕士学位，有博士学位，多少专家来帮忙？那我是小咖了，我是负责他们运动这一块啦。然后我们的专业啊，就是培养运动指导员，精准的运动指导员。我们在嘉义县已经培养三梯次了，大概将近了，他有150位左右喽。嘉义县政府，而且他们有证照的。本身我们也有在培训，在我农场也有在培训呢、啊。因为这个专业，这个经营这一块，光运动这一块啊，身体健康这一块啊。就要很多专家来帮助，所以你今天当一个指导员或当一个老师，要教老年人啊，都是要自己要成长，然后拿证照自己要成长，哦，所以越来越精准。你做的东西啊，比如说你有很多老师来这边教我们80几岁的大哥大姐他们啊，他们都可以区别你是。老师有没有装过训练的？他们都能感觉出来啊，你的动作他们能感觉出来了、啊。因为现在的他们的学习也是在成长，所以你教的东西不精准、不正确，他们也还会跟你讲的。所以啊，你看，如果你没有来培训，没有来做一个很好的成长，你教啊都哦，越来社会来进步嘛哈。一直呢，打开始的时阵哈，公共的嘛，相信对不对？对。记住你别讲哦，相信你还怀疑说你讲的对不对哈、哦？他们也在成长，在终身学习的时代哦。那你们看我们的、啊、张主任啊，你看一回，背着一回对不对？他都刚练硕士，刚练完呢。最老的，终身最老的硕士。硕士呢？你看、啊，他准备都要考博士了，你就不晓得。还有我们的、啊、张老黄老师。他们两个是五硕士刚完成的，黄老师是双硕士哦，双对呀、啊，一闺女，他也来参加我们的培训呢，那个尤其那一块的培训，这一块很厉害，这一块是我研发的，我第一块产品就是体智能版，那我刚才讲的就是现在是一个终身学习的时代，我们啊，不管。你们今天来这边参观是对的，为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啊，真的你不走出来看，就像他们老年人不走出来，待在家里，你就看不到那个
家的知识啊，人家的技能是发展到什么程度的。像这一块的话，刚才那黄老师都来参加培训的，他们来在参加培训，年纪了来培训，怎么教这一块？这是，哇，光这一块你看这一块这么简单，这是我第一块产品在北京科学研究院发表的第一块产品。哦，我喜欢研发很多东西。第一，这块产品叫体智能板。这一块啊，他问了我两个问题，就要跟我们合作了，他就要买版权。这一块啊，他问两个问题哦。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说，哎，黄教授，你这一块哈、啊、有没有理论基础？这有没有理论基础？哇，看这一块的理论基础太多了，我就给他五套的理论基础，什么双马理论啊、动众学习理论啊、观察学习理论、啊，哇，五套的，还有认知记忆理论哦，这都在这一块里面，啊，都在这一块里面。然后呢，第二个问题问你说。啊，我们不晓得你这一块完了以后呢，有没有效果，还是好像玩桌游一样啊，或是玩游戏一样，没有这一块啊，一定可以评估的。所以这一块如果不能评估它的学习成效的话，可能他们要知道这个方法，所以他是问你两个问题。这个到底有没有效，他们很注重。他是专家，他们都是博士学位哦。他要是有买这一块的专业版权的话，他都在了解你的尺度。两个问题回答完以后呢，他马上就签约了。你猜想他这一块他们版权买多少？这一块版权，开个价吗？你这么有钱，开个价，这一块30万台币吗？太险了，50万人民币啊，这一块就50万人民币。人家说，哇，你怎么这么便宜，不能卖给他？还卖，人家还说我卖便宜，因为我是第一块产品，我也不晓得这一块要卖多少钱，他们自己出价钱的，半个小时就签约了，他都马上签约，就这一块是50万人民币的一个，而且他们北京科学研究院去做。但是他有条件要帮他培训五套课程，他们很厉害的，不是买你硬体而已啊，硬体没有应用啦，要买软实力啊，你软实力现在一岁，他买你的 know-how 什么东西，不是研发这个 know-how， 是你的成效如果达成的 know-how， 那才是厉害的地方，所以50万人民币是签约的，然后还要去帮他培训，然后还要给他五套的教案。可是我里面有20套、几十套，就要给他5套就好了。那个是一个创新嘛？你要我们鼎新集团就是要创新啊！鼎新，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啊，永远在创新。所以呢，这块东西啊，一直在创新哦。很多教授、很多老师都在一直创新他们的教学的方法。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做到第三代，这是第二代了。第一代我带过去北京。还没在台湾能待过北京，好了，那这样玩起来啊，哇，非常有趣啊，有趣。但是玩这个的确要花时间，你要准备很多知识、技巧、能力，包括音乐或是什么，你都各种你要怎么让它有互动的东西，你都要准备好。这个学问很高，啊，这光这个就很多教授在，对我这个都有办培训了。光办这块的培训呢，就六个教授在教这一块，有动作学习的，有教平衡的，平衡缓解的，有教记忆的，有些教互动教学的，还有一些认知科学的，所以老师六位老师的专业来教这一块的不一样的方法出来，是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们不能太大块，因为每一个。社区，我不晓得你们那边改天去参观一下，不晓得你们社区有多大的空间，因为我们的设计啊，本来是一块就钱少一点，如果有超过20个人的话，我是认为就要两块，因为设计这个教学活动要懂得那个环境的一个各方面的摆置啊，它的空间的利用啊，还有它教学的一个效果。
所以这两块是刚刚好吧？好、哦，刚刚好。好、哦，好了，你们以后有兴趣啊，好、哦，我再送给你们。教授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次，一次。